不能动啊。哦，你下来以后，你就腰要尽量转过来，那再勾踢。对，好，等一下好，你下来踩下来，腰转过来，再转过来，再转过来，好，就直接勾踢。对，好，这样懂吗？好，继续再来，再来，再踢个两次来。对对对，对，好来，快点来。哦，勾踢力道看能不能用出来哦，待会那个力道用出来。忘记了多踢一下也没关系啊，还要算得那么清楚。对啊，现在就好多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哦。好了，快点来，大回旋转身后回旋。你赶快踢，你先踢，你先踢，不要浪费人家时间。好，来大回旋，转身后回旋，转身后回旋，对，后回旋，对对对，同一个，同一边，同一边，对对对，一样三次来，快点来。好，来，快点来。好，来，快点来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先大回旋。好，脚不用到，你脚不能踩到那么里面。哦，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跨一个肩膀宽，踩下来就是一个肩膀宽，转身就可以。没有没有，在前面一点，对，对对，那转身，对，这样懂吗？哦，对，自己抓一下距离。对，你这样就不行，因为你这样回转半径就不够了，哦，所以你要踩前面一点。对，大回旋，然后转身后回旋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来，再一次来。对，好，来，快点来。对，哎，对你这个位置就对了，哦，踩稳就对了，对，对对对对，对，好，来，那个第二次的嘛，哦，第二次的，那继续来。